扔我啥？你打我手。打得轻，道歉快点。那对不起，我之前都已经道歉，我说对不起。不行，没听着。对不起。大声。对不起。好的。你谁灭了？十二号。都灭他灯了，你还那么听他话干啥呀？他让你大点声，你就大点声啊。那跟你有啥关系？那我就灭灯了，怎么的呀？你不灭我，下班要灭你。那我谢谢你呗，还我挺有先见之明的。说的漂亮。九号王月，我替男嘉宾说一句话吧。其实我觉得他道歉是男人的一种风度。好，看小伙第一个短片，一起来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宇宙市的五个出战的洋装，今年28岁，有 VSKPP Gurisa。我是典型处女座，完美主义者，极度敏感，轻度自卑。从小我就是一个不怎么让父母省心的孩子。18岁的时候选择了去当兵，退伍之后我做了一名酒吧的驻唱歌手。小伙子，你多大了？28。你是干啥的？歌手。老头子，歌。